当然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很了解你的另外一半，然后你们要很多话聊。然后再来是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的工作跟我老公的工作都是要一直在飞机，然后每次见面之后就觉得说，天哪，我怎么这么爱你，又好想你，怎么想到我都要融化，就是因为我们太少见面了，这也是可以让彼此都有一点自己的空间，然后也可以有很想念对方的空间在。I promise I'll protect you from the suffering。尖叫旅社，你有没有看完？在那个卡通，然后他爸爸每次都说，等到你找到那个新的那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哦，这个就是我那个新的那个人。我觉得这是真的，就是在现实生活中，真的突然看到那个人，哦，就是你一定会知道。如果不知道，就是还没遇到。如果我要办婚礼的话，我就会就是大家来参加，也绝对不会就是招待的很周到，因为周到是应该的，因为那天是我的日子，我干嘛要招待你们这么周到？我干嘛要自己玩，跟自己喝醉酒啊？我谁要这边对宾客那边各种招待？我应该也是会办嘛，就是一定会到时候让大家就是来的自己找事情玩。From the suffering.I just fell in love again. 我觉得有被安抚到哎、欸，现在心情平静。就每次我姐姐哇，然后一摔倒，那就变得很安静。我现在可以体会。It made me feel like another man.